不是你疯了吧？长浩，你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到底要干嘛呀？我干嘛？我是你女朋友，你现在跟别的女的不清不楚的，你还问我干嘛？你看清楚，她才是我的女朋友。女生，你不是说你是他女朋友吗？这样吧，咱还是把话说清楚吧。能说说你们现在什么关系吗？他之前一直都在追我，后来突然就不追了。不是，你怎么这么没有耐心呢？没有耐心？我向你走了99步，你连一步都懒得动，告诉我这样没有耐心？不是，那你不会坚持吗？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心的呀？你洗澡一洗就是一宿，你出去玩我怎么联系都联系不到你。我是该怪你还是怪这个夜晚不够长啊？我不是害怕我在感情里面受伤吗？现在你知道害怕了？我送你礼物的时候你怕了吗？我请你吃饭的时候你怕了吗？你一个人出去蹦迪的时候你怕了吗？我到底是千斤顶啊，还是提款机啊，还是你后备箱里的备胎啊？不是，你吵吵什么呀？我不是还没确定我到底喜不喜欢你吗？当你不确定自己喜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那就是不喜欢。就好比在冬天穿一个短袖，你会感觉不到冷吗？是你对我的细节不够伤人，还是你敷衍的不够认真，非要在玻璃渣里找糖吃吗？咱俩本来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人，我一个包都顶你好几个月的工资了。打住吧你，不是谁都跟你一样，只知道包的品牌，不知道人心的真假。小狐狸精，你好到哪去了？能不能别那么虚伪啊？我看虚伪的人是你吧？不是账号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我现在同意跟你在一起了，你别不知好歹。不用你给我机会，现在以后都不用。合着你之前追我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呗？我也再跟你说最后一遍，只有破车才需要很多备胎才能上路。爱情最好的样子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相互努力共同进步，而不是一味的付出却得不到回报。张浩，你可想好，过了这事又没这种人话吗？他让你滚、啊